亲爱的我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新年就要到了，在这里呢，衷心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在蛇的一年里，要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然后事业学习更进一步。那我是张燕，在这里衷心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。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王莹，衷心的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学业有成，万事如意。远在英国的留学生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苏浩，新年到了，在这里祝各位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，然后每天都有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丽达，新春马上就要到了，在这里衷心祝愿在英国留学的亲爱的朋友们、同学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沈平，祝在英国留学的同学们新年快乐。英国的留学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曹福佳，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英国的留学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唱《甄嬛传》的姚贝娜，在这里呢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。住在英国留学的同学，新年快乐！住在英国留学的同学们，新年快乐！我在上海，我是徐云霄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晖，祝在英国留学的同学们新年快乐，学业有成。在英国的留学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晖。自从八月份在台湾举办的音乐会之后，毕业已经有半年多了，转眼的新春佳节也到了，这里牵挂你们，在这里呢，祝福你们，就是在外注意安全、健康，尤其在过节的时候，别忘了一家人抱着平安，祝新年好。当然，更要祝大家能够在英国学习进步、工作顺利，祝大家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步。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国庆。我想每一年，当我们通过春节的很多节目，能够通过音频为大家送去我们的歌声，送去祝福，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而美好的事情。对于我而言，我去过很多次英国，然后无论是在伦敦，还是在别的城市，每一次见到有留学生朋友来观看我们演出的时候，那种演出的火爆场面总是让我久久的难以忘怀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衷心的祝福在英国留学的所有的学子们，所有的帅哥靓妹们，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学业有成，身体安康，万事如意。